着药箱制的药水哈，但是在疫情肆虐的期间，其实我们都到户外走走也是比较健康的，尤其在一些水域活动里面，通常比较不容易造成群聚，因为你看，不管是操舟，不管是这个做其他的活动，都是在水域里面，基本上是人跟人是一定有社交距离的，所以说大家应该可以放心。那尤其时序要慢慢变热了，那大家这个清水活动，只要在安全的条件下，防疫工作做得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可以走出户外，好走这个参加水域活动应该是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水域活动还是要如常举办，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规划了好几个地方，包括虎头皮啦，包括这个运河旁边运河新站那边，还有好几个地方，包括天鹅湖这些的，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2022这个水域活动，台南的水域活动，欢迎大家啊。这我们有四大类，今年扩大就是用环河挑战的，还有生态探索，就是创新的环河大概10公里，我们台湾运河10公里，就是网路报名，大概100人，大概2天，大家欢迎网路所有朋友2天来玩。还有休闲体验，休闲体验我们会在就在这个地方，虎头皮、德威皮跟福禄皮，还有那个风筝冲浪，就这个就在黄金海岸这边这些就采网路报名还有那个现场报名都有所有很希望所有台湾市民还有我们全国的好朋友，喜欢水域活动的朋友都来我们参加我们这个活动。